惊险的场面啊，带您看到高雄有一辆满载着塑胶电线和器材的小货车，疑似引擎过热导致车上的塑胶材料起火。您看到这个整辆车是瞬间陷入火海当中。救护人员获报抵达现场，整辆车几乎都被大火吞噬，熊熊火光在黑暗中显得特别触目惊心。消防队立刻拉起水线，紧急抢救。大火伴随着浓烟不断的冒出，救护车在一旁待命，而国道警察更是紧急拉起封锁线，生怕这场大火波及往来车辆。幸好十分钟之后，火势立刻被扑灭。等车头部分火势稍微比较小的时候，到后面的车尾，然后在那边做灭火了。一名管线工人七号晚间开车行经国道十号，接近顶金交流道的时候，小货车后方突然冒出浓烟，司机立刻停车查看，想不到一下车马上就起火燃烧。装载都是一些他们电焊的器材跟电线啊，那整个电线就全面燃烧，整辆车被烧成焦黑废铁，还好司机及时逃了出来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至于起火原因，疑似因为引擎过热导致放在车厢内的塑胶起火燃烧，不过实际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。